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特别好看的晕染彩绘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明星单品里边的肉桂粉，先薄薄的打了一遍底。这个颜色啊，真的是有名媛气息，超级的好看。这个两遍啊，特别的温柔，是每个人都不能抗拒的一个颜色，真的是超级名媛范。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，30块钱全国包邮的，15毫升的。这个颜色太不好找了，真的。我在所有的小套系里边没找到跟它相近的颜色，都不好找，不显手黑，超级显手白啊。然后接下来我用到的是欧泊粉，这个欧泊粉呢也可以叫鹅绒粉，它是一种偏光粉，做上以后特别的亮，特别的好看，不同角度折射不同的光。然后上了一个俄式的这个磨砂封层，这个俄式磨砂封层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蹭完粉以后，其他的地方不会沾上多余的粉，这些东西小店里边都有啊。然后这个俄式的磨砂封层再搞活动15块8，接下来用到的是水染液，白色的，给它做了一个简单的晕染。这个水染液要在俄式的磨砂封层上去做，会更好控制啊。这个也是水染液，这个黄这咖色的，就是说你不会做晕染的，可以来一个它，让你更好的做出非常好看的纹路。19块9，黑白两个颜色的拉丝胶给它随意的拉上去，然后大拇指做了一个彩绘，这是一个不流动的立体的彩绘胶啊，跟纹理胶的效果差不多少，但是不是免洗的。这个是15块9的一个。是14块9，忘了，反正就是超级便宜，超级好用。然后咱们给它就是说晕上点颜色，最后全部封层，不知道该咋讲解了。反正今天这里边用的东西全都特别的实用，而且都不贵啊。你们可以去小店里边看看，双击哦，么么哒。